是不是一会儿？我们快速讲一下就好了，因为他最近呢有出一个，啊，我开始觉得，啊，开始怀疑人生了。知道我讲过了没有？我自己也被搞乱了，I understand。啊，妲己应该还没吧？哦，你看这戏真的很漂亮哦，全新的幻彩哎。他这戏他已经不是幻彩了，可以形容的了，你们知道吗？他现在一根笨弦，恭喜神药啊，青药啊。好，这就是安尼讲的俩讲啊，压起来啊。那之后会不会神药再还有进阶啊？不得而知啊。但总体很耐玩啊。是呗，是呗。なんで？存起来。啊，我等一下试一下在资源找，应该就可以下线了。跟山海一样啊，蛮简单的。有玩那个游戏，应该就有玩这个游戏吧，对不对？两款游戏都可以去参考一下，非常的耐玩。这个顺序，还有我们上线的聊天，你可以参考。